Hello L 的读者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四月号封面人物许光汉。我觉得很新奇的地方是，我觉得他应该上四月号的封面，因为我觉得他超级上相。我应该比较像狗吧，就是一开始可能会比较不熟，就是会爱理不理这样子，但是熟了之后可能就对你比较热情这样。就是很谢谢，真的很谢谢大家了。但我觉得国民真的还不敢当了，这么多帅的，对不对？比方说张轩瑞啊，张广成啊。因为想见你受到大家的喜爱，所以认识我的人变多了，自己其实还在适应这件事情，对大家的喜爱是保持着非常非常感激的心，那我也会带着这份感谢继续的往前进，不管是新的尝试啊，或者是拍出更好的作品这样子。十年后的话，就是还是保有一些赤子之心吧。会在四月号的 L 出现，喜欢我的 L 的读者们，请按赞，然后多多关注我。